诗经《卫风·葛据》唐调吟诵，王传文吟诵。九九歌居可以律霜，纤纤女手可以逢唱，要知己知好人复知，好人提提宛然作弊，佩其相提为是变形，为是变形，是以为此。诗经《卫风·焚据入》江西钟九齐先生吟诵调，王传文吟诵。彼焚据入，焉采其木，彼其枝自媚吾，独媚吾独树一壶公路。彼焚一方，焉采其桑，彼其枝自媚如茵，媚如茵，树一壶公行。彼焚一曲，焉采其序，彼其枝自媚如玉，媚如玉，树一壶共足。诗经《卫风·原有陶》湖南陶稳固先生吟诵调，王传文吟诵。原有陶啊，其实之要啊，心之有意，我歌且要，不知我者为我师也教，鄙人实在呀，子曰何其，心之有意，其水之之，其水之之啊，何以无私。原有鸡啊，其实之事，心之有意啊，了以心过，不知我者哎，为我师也忘记，鄙人实在呀，子曰何及，心之有意呀，其水之之，其水之之啊。
斯。诗经卫风至户，华峰先生吟诵调，王传文吟诵。至彼乎兮，瞻望乎兮，瞻望乎兮，夫曰嗟，予子行矣，夙夜无衣，上身沾哉，由来无知。至彼其兮，瞻望目兮，瞻望目兮，目曰嗟。予子行矣，夙夜无寐，上身沾哉，由来无期。至彼冈兮，瞻望雄兮，瞻望雄兮，雄曰嗟。予子行矣，夙夜必歇，上身沾哉，由来无私。诗经卫风石猛之间，四川方言吟诵调，王志平先生吟诵调，王传文吟诵。石猛之间哦，上者先贤哦，行于之患呐、啊，行于之患哦，石谋之外啊，上者已矣哦，行于之时啊，行于之时哦。上古之时的西字的读音没有启齿乎，在四川方言中我们一般读成哦啊。诗经卫风伐檀，唐调吟诵，萧善湘先生吟诵调，王传文吟诵。看看伐檀兮，知之何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涟漪，不加不涩，胡去河三百禅兮，不收不猎，胡战而听有玄幻兮，彼君子兮，不素禅兮。看看伐夫兮，知之何之策兮，河水清且之矣，不加不涩，
胡去河三百一兮，不狩不猎。虎战而听有喧特兮，彼君子兮，不速食兮。堪堪法轮兮，知至何至春兮？河水清且论矣，不加不涉。虎去河三百群兮，不狩不猎。虎战而听有喧春兮，彼君子兮，不速损兮。彼君子兮，不速损兮。《诗经·卫风·硕鼠》，叶嘉莹先生吟诵调，王传文吟诵。硕鼠，硕鼠啊，吾食我黍，山水宛如啊，莫啃骨。是将去如啊，是彼乐土，乐土，乐土啊，愿得我说。说书，说书啊，你无事我埋，我山水宛如啊，莫我啃得。我是将去如啊，是彼乐果，乐果，乐果，愿得我知。硕鼠，硕鼠啊，你无事我苗，山水宛如啊，莫我啃老。是将去如啊，是彼乐教，乐教，乐教，谁知永好？